还在用手动工具除草的老铁看一下，这是我厂生产的一款汽油除草机，除草、断根、松土一机多用，可以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，不小心打到砖头上、石头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。看一下咱们打到这个砖上啊，刀片是没有问题的，小草全部打碎，效果非常好。